他告诉我他嫁给你的原因，因为你有三头肌、二头肌，还有胸肌，像宋仲基，大家说对不对？对。OK， 不过但是他不是宋仲基，他是宋炸鸡，给个掌声。我们来上台上演，双方面对住彼此，先用个左手揽住彼此的腰，左手，系。亲爱的 Candy 和 Rainy 的腰 ，Rainy 你有没有到老公的腰吗？有。在我们接这个蛋糕之前呢，我们的一对新人比较手拖手的，为什么呢？新年轻嘛，今天是结婚啊，你别指望着我，今天你是娶她，不是娶我哈。Beneath the present moonlight, the couple bow and bow, please and kiss, nurture and treasure to each other, may you have a happiness and everlasting love song forever and ever.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内心人可以把蛋糕刀放下了。好，新郎哥不需要杀人啊，开玩笑的。还能长长久平时用哪一只手？平时啊，两只手。两只手 ，OK， 好。好，那哦，平时用两只手 ，OK。那今天呢，也是要用两只手哦。那四只手。对，那今天的四只手，平时是那平时是自己来，那今天结婚之后呢，要一起来哦，才能够早生贵子，子孙满堂。好，准备好了，我们开始第一次。好，在此呢，我们想问我们的新郎，要开哪一只先？左边是左边还是右边？左还是右啊？对，不知道哦。好，两只都开哈。而且我们好包，哇，是不是很精彩呢？可以听听大家热烈掌声没有？先敲杯先，敲杯。好，敲杯。敲杯了过后，喝一口，喝一口。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新郎，为新娘，新娘为新郎喝一口。好，第三杯呢，我们开始进行我们的以往都进行的哈，交杯酒。好，我们请新郎新娘右手拿着杯，左手抱在一起。杯子了吗？好，现在也请在座的各位起立，我们要唱国歌。为什么之前有没有一些什么话要对一对新人补充的？先祝福啊，有没有？生几个？啊，生几个？生几个？新郎压力大喽。两个够了，经济压力。五吗？不够呢。哎呀，怎么办呢？我们要生一打的。一打是多少？一打是多少？我数学不是很好。一打是足球队，就像我跟我的老公一样。三碗油，三碗油，你们这边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想要对
们叫圣军队。甜蜜周人，甜蜜周人。啊，周人成功。要上打上上打上打把火震。震撼性。新郎说：“这是一个很苗条。”这是你一生人之中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在这里呢，请你付全力，把你所有的内功都在这一刻表现出来，让我们知道今天晚上甜蜜做人，做人成功，好不好？看来是我们的新娘子非常的等不及。只有两个 guest 一场过。我的儿子，我的媳妇，你们果然是朋友蛮天使啊。Do you know why Ruby is on your right? 是因为男左女右吗 Ken? 嗯，我是他的 Mr. Right. 你是他的有请 Ken 的父母 Mr. and Mrs. Ken Sigmund. 有请 Ken 的父母，有请喜羊羊，喜羊羊Maybe seated. Thank you very much, ladies and gentlemen. 咁啊，亦都有请双方家人可以翻埋位坐先啦。Waiter, waitress.